没有哀愁，唱起它，心中充满欢乐。郑绪岚，女高音歌唱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太阳岛上》，到如今的《红楼梦》专场音乐会，郑绪岚说：“歌唱就是她的生命。”这是一部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电影。影片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经历，表现了在十年文革中普通人对于美好和真情的渴望。电影播出之后呢，很多少男少女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尤其我就觉得我听过很多男孩告诉我，当时的少年告诉我，说特别喜欢这首歌，在他们心里，这是一首特别特别打动他们的歌，一个少女的心声，打动少男，就那么一种感觉。在文革中，压抑真实情感整整10年的人们，被影片当中这首深情的歌曲深深地打动了。同样，当初在录音棚第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歌曲的演唱者郑绪岚也深深陷入其中。当时唱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唱起它，心中只有欢乐，就是这样子，是一个很伤感的一个调子，但是唱起来，心中就有想就有欢乐。我唱歌是为唱为母亲在唱歌，我为了纪念我的母亲，为了思念她，追思她，我为她在唱。母亲已经离开多年，每当唱起这首歌曲，郑绪岚总会想起母亲，虽有伤感，但更多的是心中那许多的欢乐而温馨的记忆。我母亲呢，她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非常怎么说，也很喜欢艺术，很喜欢音乐，而且在我的印象里面，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家里除了那个有保姆照顾这些小孩啊，家庭，因为我父母都是上班嘛，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说保姆不在的时候，比如晚上了，保姆走了，那么有一些家务，给我们做衣服也好啊，在厨房里做东西也好，他都会吹着口哨，唱着歌，就是会。我在我的印象里，我妈妈经常会吹口哨，弄得我也会吹口哨。有一次我在那个女卫生间里面自己吹着口哨进来了，里面炸了，女厕所别进来，我说我也是女的。和母亲相比，同样也是军人出身的父亲带给郑绪岚的却是另一种感受。就是军人作风，他是那个军官，我们都是他的兵，就是这样子。特别也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在部队时间那么久了的关系，还是他的本性就这样。我们都说他是暴君，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在家里面，他要高兴，这个房子是一片欢声；只要他不高兴了，谁都不能出任何一个动静。我母亲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是一个这种类型的人，他会招很多的朋友到家里来玩，然后呢，那个跟所有的朋友去分享他的快乐，分享他的一切，他只要他认为，这个
好的东西，他都希望跟别人分享。然后喜欢音乐，喜欢艺术，喜欢开这种家庭这种音乐聚会这样子。受母亲的影响，郑绪岚很早就喜欢上了唱歌。带给郑绪岚最初音乐启蒙的，除了母亲的口哨和家庭音乐聚会以外，还有家里那一大柜子的唱片。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那个把门窗关好了以后，仔细检查了以后，然后把那电唱机开的最小声音，我趴在那个音箱的耳朵贴在音箱上听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哇，自己在那陶醉，跟着那个音乐，在这个起伏，哇，有的时候眼泪流出来，就是那样的陶醉。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允许听的，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听这些音乐。我们家所有的唱片，像歌剧《小二黑结婚》啊，《刘胡兰》啊，《珊瑚颂》啊，《红霞》呀，《江姐》呀，刘胡兰呢，还有一些民歌、一些相声、曲艺，还有一些音乐，还有一些这些所有在我们家里那个这个唱片柜里的这些唱片上有的，我全倒背如流。1974年，郑绪岚的母亲决定让女儿发展在音乐上的天赋。这一年，17岁的郑绪岚开始了正式的声乐训练。在我根本不知道还要，去学习，而且将来去做这个专业的情况下，他就问我要不要去学习。那么我说，好啊，要去学。那么他就带着我去找到天津歌舞团，那个找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李小明老师。1975年，郑绪岚在父母的安排下来到了天津市第三阀门厂，虽然成为了一名工人，但李小明老师的声乐课在郑绪岚的生活中依然是第一位的。我就记得去报道的时候，然后那个问我说，有车工有钳工，你喜欢干什么呀，让我挑。我说，车工类还是钳工类，哪个类呀？他说的，当然钳工比车工要轻省一些了。我说，那我就要钳工吧。然后在钳工车间里呢，有磨工，有什么什么工，问我要什么工。我说，磨工是什么？磨工就坐在那儿磨洋工，就抛光啊，把一个物件那个钢的抛的光光的。我说那个要是轻的话，我就干磨工吧。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要学唱歌啊，学唱歌呢需要体力，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你要太累了的话呢，就影响学唱歌了。一列南下火车正奔驰在洒满阳光的土地上，正奔向韶山，奔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瞧，他们来了。在工厂里一边做磨工一边学唱歌的郑绪岚，不久就被选进了厂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呢，就是所属的机关，那么就每年都去组织一个宣传队，然后去把这些所属的工厂转一遍，叫等于慰问。比如说第一机械工业局，那么成立一个宣传队，他就把这一机局所有，甚至于在三线的厂都去慰问，就我们这个宣传队来完成这个任务，是这样。然而一直渴望着登台唱歌的郑绪岚，却因为年纪太小，怎么也得不到一次表演的机会。让我去干点小的什么其他的杂事儿，比如说让我去
给抱抱木啊，或者是去做点别的什么的，就是不让我唱。当时觉得心里面也不太愉快。不久，闷在宣传队里无法歌唱的郑绪岚参加了天津市每年一度的业余职工汇演，他终于有了登台演唱的机会。我没想到我得了个第一名，就是一张嘴就要了一个满堂彩，可能就是音色和音乐感觉占据了这个就是取胜的这个决定因素。又是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1977年，郑绪岚所在的厂里一下子来了很多招收文艺人才的团体。曾在乐仪职工汇演中拿了冠军的郑绪岚，很自然地成为了各家争夺的对象。部队文工团、什么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然后地方性的文工团、东方歌舞团，很多团来招生，然后也很多团来请我去试唱试听。兴奋的郑绪岚同时参加了好几个团的考试。对于他来说，这么多可以唱歌的机会，他还是第一次遇到。在这之前没想到一辈子唱歌，但是呢，就是很多团体来见你，来听你，然后呢想要你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就觉得，哎，要是一辈子都唱歌，那真是也蛮不错的。然后就等待着人家回答你要你与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会有这种彻夜不眠的失眠的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少女啊对一种事情的渴望，然后呢心咚咚的跳。不是东方歌舞团的，就是中央音乐学院。不想去部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逆反哈，因为我父母都是军人。最终在母亲的支持下，郑绪岚选择了东方歌舞团。从此，郑绪岚成了一名职业的歌唱演员。1977年。20岁的郑绪岚来到北京，成为东方歌舞团里年纪最小的一名歌唱演员。然而，怀着梦想而来的郑绪岚，却还是因为年纪太小，遇到了几年前曾经有过的同样尴尬。到了东方呢，又继续做回刚刚到宣传队那种感觉，又做最小的，又做一个最稚嫩的，重要的场合不让你上，而且根本你就不让你唱独唱，在旁边哨着，然后呢就是让你唱唱小合唱啊，让你在旁边人家跳舞的时候，你在幕的里面有一个麦克风，唱半唱，就是有的舞蹈在跳，然后那个大乐队在乐池里面，我们呢在乐池的那个指挥旁边安一个麦克风，有几个比如说女中音啊、女高音啊，然后是男生啊，这样的一个小合唱，然后给唱半唱。初到东方歌舞团的郑绪岚，除了偶尔为舞蹈伴唱以外，多数时间无所事事，这让心怀梦想而来、喜爱唱歌的郑绪岚焦急而失落。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在台上唱独唱啊？哎呦，这个独唱，在我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渴望。一年以后的1978年，为了促进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东方歌舞团决定选派一些团员去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学习这些国家的民间歌曲，郑绪岚被选中了。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都在那忙着演出，然后呢就想来想去，掰来掰去，谁都走不开，就我那儿没事，说要不然让他去吧，就让我去了。三个星期后，郑绪岚带着资料，唱着新学的东南亚民歌回到了北京。刚刚回到团里，
郑绪岚就得知歌舞团已经决定去泰国进行一次访问演出。这一次，郑绪岚带着泰国歌曲《月亮》登上了泰国的舞台。这一场演出呢，就是应该说是挺有历史性的一个意义的哈，因为改革开放这个中国的这么大的团，在这个在泰国的华人界，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当时呢，泰国的那个电视台就转播了这场演出的实况。就这样，凭着一首泰国歌曲《月亮》，让郑绪岚实现了登台独唱的梦想。后来，泰国的电视台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问说这个唱《月亮》的这个女孩，说有两个人在打赌，说唱《月亮》的这个女孩，有一个说是在泰国长大的华人，有一个说是就是刚从北京来的，就问说这个女孩是在泰国长大的吗？一些报纸啊、文章啊、一些报道啊，就有关于东方歌舞团的这种一些花絮啊、一些小故事啊，跟华人就报道了这个，就说啊，郑绪岚学泰国歌学的像到以假乱真。也就是刚刚从泰国回来，然后呢，就是作曲家王立平先生就通过了不知道是反正就是一些渠道吧，就是拿到了一卷袋子，袋子里面有我的歌，还有我们东方歌舞团的其他的独唱演员的一些歌，也就是我们这次去泰国这个的演出的一些实况。当时他就着急去选一个歌手来唱那首《太阳岛上》。《太阳岛上》是作曲家王立平为当时刚刚完成的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写的一首主题歌。在听过郑绪岚演唱的泰国歌曲后，王立平决定让他试唱这首歌。有一天，就是他骑着自行车从和平里，北京和平里，一直骑到那个西边，那个叫什么魏公村，敲开我的门，说明来意，坐在钢琴旁开始练歌，然后很快的就离去，告诉我明天就录音，就这么简单的，就这么突然，就这么意外。很快通过广播，更多的人听到了这首清新优美的歌曲，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这首歌曲也风靡了整个中国。是一个红色的背景哈，红色文革期间的背景，全是革命歌曲，那都是歌颂性质的，要不然就是战斗的，要不然就是反正是很硬的那样的歌，是突然出来那个明媚的一出来，说哇，说音乐还有这么美丽的音乐，原来音乐还能这样子，这么美丽，这么抒情哈，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哇，当时好多人就跟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时对他们的触动特别特别大。日出松山，晨钟惊飞一下子，这首歌呢又飘入了，又飘进了所有看到或者甚至于没有看到这个电影的人的心里去，真是就是飘进去了，就是飘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
上个世纪80年代，郑绪岚的名字因为这首歌曲定格在了很多人的心里。然而不久之后，郑绪岚却突然离开了舞台，飞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我本来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离开东方歌舞团，离开音乐，离开舞台，哪怕一段时间，要离开也是那种短期的，比如说出访啊，或者是旅行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没想到过自己完完全全就离开，那么一离就是离开10年。我彻底离开艺术了，离开音乐了，离开舞台了，再见。我从来没有说过哈，但是我心里曾经这么想过，也许我就离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一点一滴，真的是这个音乐就是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它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永远是在我的心里面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很重的一个位置上。初到美国的郑绪岚对音乐依然怀着天真的热情，他渴望着让自己的歌声飘扬在异国他乡的舞台上。美国的音乐，世界的各国的音乐都到中国来，中国观众那么喜欢，那为什么中国的音乐不可以出去让外国人也喜欢呢？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就想把中国的音乐带出去，当时初衷是这样子。然而那时的美国，蓝调、摇滚、说唱音乐盛极一时，在那样一种疲惫的音乐氛围中，带着浓郁中国民间音乐风格的郑绪岚似乎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很多事情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就是你想要做到我要往这边走，你一定能走到这个方向。你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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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边去了，或者是走到这边来。艺术它需要这个文化背景，需要一个这种风俗人情，需要这么一个土壤。最终郑绪岚没有在美国找到自己的土壤，他再次选择离开。1998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郑绪岚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中国舞台。那么突然呢，要真正的面对观众了哈，你就心里面就没有底了。首先会不会记得你喜欢你，对不对？担心的就是这样。当你走上舞台，当主持人报了你的名字，当你听到底下听到你名字的那样的掌声，你一下你就知道了，原来音乐已经在你影响到的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已经储存在里面了。今天的郑绪岚已经找回了自己对音乐的自信与热情，他已经懂得如何为自己寻找更高的音乐目标。我的梦想呢，曾经是个歌剧梦想，我希望去演歌剧，但是一直长这么大了，走了这么长的路，也没有碰到一个歌剧能够使得让我去演。1995年，作曲家王丽萍再次找到郑绪岚。这一次他拿给郑绪岚的曲谱是自己花了4年时间创作的《红楼梦》，从此举办《红楼梦》专场音乐会成为了郑绪岚回国后最为热衷的一件事情。郑绪岚说，《红楼梦》实现了他一半的歌剧梦想。他有一个大的一个故事，他有人物，有不同的命运，有人物内心的刻画，有各种角色，你会投入在这些角色命运当中去。
所以就是《红楼梦》呢，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笔，而且这一笔呢，就是不了情啊，就是将我说我要唱《红楼梦》，一直唱到我唱不动的那一天为止，一直要唱下去。Thank you.